窗外的大雨淋湿冰冷的空气，好羡慕天空可以哭泣，孤单的往前进，我答应过我自己，要赢到全世界交给你。忘了多久没有拥抱你，喂，主任，我是民兵，苏太太一直打电话到医院来找你。另外，院内的移植小组有件事情想请主任帮忙。知道现在说这些话很不适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想跟两位商量一下，可以请两位出来吗？邱医师，儿童心脏内科现在有一名孩童，他迫切的需要一颗心脏移植，那如果可以的话，这份同意书想跟你商量一下。又还没有做脑死判定，你凭什么要我放弃？邱医师，我相信现在的情形你比我们大家都还清楚。要是心脏内科那名孩童他等不到那颗心脏的话，他也撑不下去了。这个我不管，你要心脏你找移植中心要去，你打电话给他们啊。邱医师，我们知道你也很为难，你也是移植小组的一员，我相信接下来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你懂个屁呀！现在躺在家务病房里面的不是你女儿，是我女儿，她是我的全部，你知道？你可以拿走我的心脏，但是你不可能拿走她的。真的很抱歉，可事情真的快要来不及了。如果再继续拖下去的话，小米身上的器官再继续恶化，恐怕取下来不能用。请你考虑一下。
一定要现在吗？不能再等一等吗？等到他，等。那个孩子跟小敏同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们很需要小敏的心脏。那我怎么办？小敏是我的全部，我不能放手。
去陪你，好不好？终于见面了，小明，你果然像你爸爸说的一样那么可爱。只是现在要把你动手术，把你的心交给另外一个善良活泼的孩子。妈妈在外面等你，手术完就可以回去了。嗯。
瓜，我人就在这里啊。一花，收信快乐。你最近过得好吗？一直都没告诉过你，离开医院之后我到底遇到了什么。我想应该要让你知道所有让我经历过的一切，然后你就会明白你一直想要知道的理由。
那天离开医院之后，我跟着我姐去了垦丁，然后沿着阳光，我到了埔里，在那里，我看着远方的高山。后来我决定一个人偷偷的上山。那一天，我在山里迷了路，我看见了一辆白色的卡车，车后面载着一群一面唱歌一面吵闹的孩子们。那是我的人生最糟糕也最美好的一个下午。就这样，我跨进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真正的勇气是用来追求那种简单的幸福的。我坐上了那台车，为了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开车的人就是启叔，而且一点都看不出来，开车的人竟然也是一位医生。一路上我还一直以为他是个山上货运行的司机。在这样偏远的山里，医疗是很缺乏的，想要去看病都是好几个小时以上的事。所以齐叔在来到山里的第一年，就决定把诊所开在山里这样一个赚不到钱的地方。他会自己开着车到处去载病人，或者是到他们家里去出诊。我就是这样认识洋洋的，一个癌症的原住民病童。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癌症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治疗变得比疾病本身更加艰难。但是他的父亲、他的家人还有齐叔，有没有咳嗽啊？都没有人放弃过。那有没有流鼻水？来，嘴巴张开哦。没什么大事，我帮你打一针就好了。或许偏远两个字，其实是存在于人的心中，而不是真正的距离。所以我选择加入他了。医药费，他们都喜欢给我这个。身上的人常没有钱付看诊费，虽然齐叔都说没关系，但他们还是会拿他们种的高丽菜或是自己腌的山猪肉给我们，所以我们始终有吃不完的蔬菜、水果、肉，甚至山上老母鸡生的鸡蛋。能在这些地方留下来经营开业，并不意味着成就，也不意味着伟大，更不意味着这个社会现有的价值观里会给你多了不起的评价。得到的只是一种勇敢，一种快乐。所以最后我决定留下来。虽然这里的生活很简单，很平凡，但是我会一直记得我为什么要当医生，而且
我也终于发现了我心中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这里什么都缺乏，但唯一不缺乏的就是爱。因为有爱，所以不论失去什么，我们都还是充满希望。我这一生没有做过勇敢的人，但是到了这里，我却看见了一群真正勇敢的人们。在这座山里最高最高的山顶上，有一块岩石，他们原住民的说法叫做勇士。传说族里每个成年的人都要去一次那里。听说当你站上这块石头，你会看到你这一生最重要的梦，然后成为勇士去实现它。我现在就坐在这颗岩石上给你写着信，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所看到的梦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梦。在我收拾东西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我在大厅遇见唐主任，那么威风的一个人，一辈子为了唐国泰三个字奋斗着，最后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我现在好想要告诉他，我们相信了一辈子的医学，到头来会换来的不是大家苦心争夺的权利与地位。我们都忘了医学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换来病人在脱离痛苦的那一刻脸上所露出的笑容而已。奇叔常常说，当医生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篮高丽菜。我不知道邱星辰有没有机会吃到，我也不知道唐主任有没有机会吃到，但是宜华，如果你到山上来，我一定会请你吃这种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高丽菜，很甜，你知道吗？宜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一天，我们答应彼此要珍惜手上拥有的幸福。我到了这个不是天堂却接近天堂的山上，在这里有一个人牵着我的手，将来还会抱着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在这里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天堂就在我们一伸手就碰到的地方。宜华，你呢？如果你要幸福，你要坚定地伸出手去做你想做的事，去爱身边最爱你的人，不要等，因为幸福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你有没有看见。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前来参加，感谢秋明小妹妹的器官捐赠记者会。秋明小妹妹不幸的在车祸中脑死，但身为她的父亲，同时也是一届相当有名的联大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邱庆成邱医师，他与他的夫人无私的将邱小妹妹的器官捐赠出来，使在场三位幸运的小朋友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三位小朋友献花给这位伟大的父亲邱庆成，让我们欢迎邱庆成医师。身为联大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邱医师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虽然邱小妹妹不幸的离开人世间，但因为邱医师的大爱、无私的付出，邱小妹妹的心跳将永远的跳动着，她的爱与生命也将永远延续在这个世间。那天，我看着邱庆成听小敏的心脏在别人身体里面跳动着，我突然明白，原来生命在我医学知识之外的存在方式，超过了太多太多我所可以了解的。在那一天的不久之后，我去了山上，可是我没有去找关心，我只是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梦啊？现在我知道了，原来我们曾经以为重要的，其实现在都不重要了。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看见自己所拥有的。现在的我回到了那个最初充满梦想的地方，阳光、空气，还有这一座充满希望的巨塔。所以如果以后你在这里遇到我，千万不要忘记为我加油哦，不要忘记为我加油哦。
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为什么非得是夕阳？哦，和从前每一天一样，我就站在这里眺望。哦，我要明天你还在我身旁，我答应你会牢记这片灿烂的远方。我要叫悲伤，哇，你的脸庞是一首歌，在晚风中轻轻地唱，清澈明亮，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为什么非得是夕阳？哦，和从前每一天一样，我就站在这里眺望。哦，我要明天你还在我身旁，我答应你会牢记这片灿烂的远方。我要明天我答应你会忘记有种感觉叫悲伤。我要明天你还在我身旁，我答应你会牢记这片灿烂的远方。我要叫悲伤，我要明天你还在我身旁，我答应你会牢记这片灿烂的远方。我要
冠旭，冠旭，杨主任，你怎么在这里？我每天都在这儿。你还好吗？好，恭喜你了，升了主任了。可以帮我个忙吧？嗯，行事。麻烦你替我脱下手术袍好。主任，可是你没有穿罩袍啊。有，穿得很不舒服哦。来，来啊。谢谢。